非典型肺炎可以透过飞沫在近距离传播。打乞嗤或者咳嗽的时候要掩住口鼻，双手污糟了要用碱液清洗。如果染上呼吸道感染，应戴上口罩，免得传染周围的人。经常保持空气流通。如果有发烧、咳嗽等症状，要尽快看医生。想知多啲，请打2833011及浏览卫生署网页。